第四把，埃及把火猫搬了，有点怕老干爹的火猫。又是老干爹天辉，对呀、啊、是这样的，这两个队都打火猫呀，觉得火猫可以抢的呀，但是埃及想了下还是办了。十秒，天辉的禁用计划是什么？这咕噜银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知道啊？咕噜银波，一个二次元的人物好像是。老了呀，二次元跟不上了。十秒。跟不上年轻人了呀，手游吗？好像是那个公主连接的手游。哦，玩都没玩过啊，那个手游。哎，我记得峰哥玩手游以前有一手的呀。我帮你的学，我不玩手游的，我就是被他妈的手游呀，老子就是被五六六他们搞说了玩了那个阴阳师，我只玩过一个手游，就阴阳师。你瞎说，峰哥，你妈还剑与远征你没玩过？剑与远征也玩了，也他妈充了钱。天使纪元你没玩过，峰哥？哦，天使纪元也玩了。我的，越说越多了呀，峰哥。哎，搞事啊！谢你恶心领导。另外两个是玩广告我才玩的，真正意义上玩的就是他妈的被五六六忽悠的那个阴阳师，别的都是他妈接广告玩的。记性不太好。十秒，不要玩玩，我他妈一玩手游要充钱，一玩就想充。但是比大木好一点，大木一玩他妈的就乱充，我是正常充，他是乱充。你是理性充，我是理性消费，消费一万，大木消费十万。乱消费真玩不了，乱消费的人玩不了手游，好吧，要看守。轮到天辉选，要理性消费的，预选神域者。神域者欧利神域啊，绝活绝中绝。这他们为什么要搬兽王和马尔斯啊？埃及拿兽王马尔斯都输了，你放出来埃及也不一定敢拿呀，对吧 ？JT 军团之类的也都没亮相，他拿兽王马尔斯输了，他还会拿兽王马尔斯吗？我觉得他不会啊，他可能会拿军团之类的。你把神域搬了都好，没必要搬别人输的。天辉选人时间，我代表森林先知、啊、牛头先知，我牛没了，一选先知，先知牛头、哦、牛头没了。十秒，先知配个酱油。五秒，道理应该是酱油，老干爹先知一三都打，最打的多的是三，补一个四的话小强这种的，哎来了，正常来说是配那种小强牛头这种能动的，这样先知能单吃经验，然后打干渴的话他能支援，会舒服一些。十秒，看到这个小强的话 IG 有法盒就不好拿了，比如说像 DP 这样的英雄就不会硬着头皮再拿了，会拿一些敏盒吧，猴子这样的，幻影长矛手这样的。请选酱油。天辉的禁用计划，幻影长矛手推荐 IG 拿幻影长矛手。放了个约死是防对面约死没住房，强子那一抹难受了呀，他玩的都是这种很怕强子的英雄。
10秒。彪哥的钱都大家一起拿来看比赛了，讲道理似的，好吧，我的钱你妈都充进去大家一起看比赛了。我斗鱼用户等级69级，你们知道69级要花多少钱升得上去吗？轮到天辉选人，少说花个几十万吧，对吧？斗鱼用户等级69级，吵起来了，又来了，直接有69级的兄弟吗？大概花多少钱？推啊，狼人先知屁股来个屁股呀，估计有可能还是贴呀、啊、换长矛手，感觉换长矛手好，站后卫整个屁股呀，打狼人打先知都好打。这牌老干爹这个阵容写出来饿死，很节奏好快啊，哎，如果今天结束的早，有没有对黑的说法？可以有，你峰哥说话可以啊，峰哥有啊就有。峰哥今天没我，怎么了你？哦、要出门？我跟皮鞋约了吃饭。这么早？可以、啊、吃晚饭呀？还要去剪个头发。十秒。5秒。嘿，你们两个比关系有点不一般，天天见面。我看他小活动有点多。哎，蛇哥不是6月1号回来了吗？皮鞋应该给蛇哥接风洗尘嘛。要。我可以跟他聊呀，你要蛇哥怎么说嘛？蛇哥跟我说要回来了，让皮鞋准备好买单啊！加房租呀！加一下房租呀！这他妈的一直在那里混了好久，混的不想回了。要多少，蛇哥？我帮你说，今天就帮。那肯定是请兄弟们搞顿好的呀。可以可以啊，今天当面会给他。还是二兄弟，别说。先吃顿好的，再按一下。康博呀。夜宴该选人。两连招。那明天六一过节呀、啊，晚上打一套康博。这明天皮鞋过节呀、啊。没皮鞋过节吗？十秒，艾瑞打人嘛，还可以。5秒，真的不选猴子吗？芝芝不玩猴子吗？猴子 TB， 应该是猴子好。但是我始终觉得打老干爹这个队啊，你一定要前期能打过他。你要干架合吗？你打不过他，你对你后期你。根本就没有后期，就是20分钟，你那些大河就是根本就起不来，可能就没了这一把，就必须是干架河才行。又是自己最后一选，我操！啊，又是个船长，又是一模的船长，这有问题啊！难道又是克林克兹吗？啊，干架河 TA 得办了呀，第二把那 TA 打醉了都。10秒，5秒。哎，这把是老干爹的死守啊！那 TA 肯定要办的。贴打人马和船长都好用。轮到夜眼禁用。猴子被办，老干爹还是知道自己怕猴子。这把是梅皇的十手中单，哦，这一把老干爹是后弦都没注意，把贴后一手，对啊，十手中单呀，那还是可以拿贴呀，就把贴办了呀，那他这个拿船长也没问题，他反正就是要被最后。我看了一下，我这个69级的号消费了40万啊，40万升到69级，打不过。
搬 TA， 拿小骷髅，放手一搏。轮到叶岩选人，有没有？铁搬龙，有点道理。骷髅小骷髅，或者说整个大圣也可以，也是自绝活，这一把没被办。小骷髅还是有点怕狼人的呀，这英雄他妈真的不怕狼人吗？这冲脸，战绩书你妈往他身上一点，反正啥也不管。十秒，五秒，感觉拿大河不一定顶得住老干爹的攻击，好吧？拿大河他妈好容易，好容易醉，这个必须是个打架河。如果稳就是 TB， 大河稳就是 TB。如果说不介意，怎么真的不介意打老干爹这么刷，好吧？没机会的，太难打了。前中期就是小骷髅开外熊，我感觉想赢，我感觉想赢的话，想赢必须干，抢节奏，打老干爹这个队要抢节奏的，就干呀，就干呀。刷肯定是等死，老干爹这个队打架太厉害了，除非你柔到极致啊。TA 大河出现了，老干爹这个队就是刚呀，你要以柔克刚的话，你得柔到极致呀，你得无限带线，还要不要被抓 IG 他这个阵容他后面必须要补个大河，因为他们虽然说打架厉害，但他们没推塔点啊，推塔慢。十秒，推塔靠人马，人马哥，你推塔慢就容易被老干爹带啊，带着带着你后面又打不了了呀。幻影刺客，美猴王，现在能老干爹整了个大圣打人马，大圣打船长，哦，大圣打船长，对对对，大圣打船长，美猴。没币的猴子 PA 算大河吧， PA 算大河。没猴我见过呀，我见过好几次，他的猴子 BKB 出的比较晚，他喜欢先做那种 A 账乱七八糟的那种小件，做的特别多，印象中很晚做的 BKB。 我没印象的英雄他应该不厉害，老演员他的猴子，他的猴子喜欢先做什么 A 账，有时候做灰药连账装备，最后补个 BKB， 就是给人机会，有时候会，对对对，会给机会，他的活动会给机会。林家家居，你留姓名，不然转不了。有点贪，有说白了就是贪，他很贪。我就说他猴子很辣啊，都试过。没有大圣那个，我也记得他的猴子好像他妈的，就一手对线啊，对线完之后就送。老演员就是这样的，你打天梯的时候，他就会表现出什么上树被砍下就没了，一身神装。但是打船长舒服呀，这英雄感觉英雄又压制一姆，一姆要被压着打，打得好的话还可以变身躲那个水刀。好，十三连胜，准备开战。好，直接开悟，鞋垫出门，这边一模式。这把 PA 其实不是很好发挥啊，老干爹又要阴阴血，我感觉老干爹好几把都在阴阴血，出门无人物。老干爹熟悉的之前逮 emo 是没逮到那个紫猫，对，有毒狗，一般我看很多队有毒狗都会选择拿一血，毒狗关一下然后接个晕。哦，这个眼很刁钻，三十秒。哦，卡露露要上钩了吗？卡露露要当这个破力要上吗？差眼要被看到了，没差，我这中路还个头，危机四伏呀！他万万没想到猴子在边上，他在钓鱼。那个先知说他插这里了，他没插。我这中路的眼，你妈！
塔后一个，高台一个，全杀中路老干爹。这中单的待遇不说了吧？这中单的待遇，还要杀他，完美保护，好吧？他们也知道把一抹按住 ，IG 很好打。对 ，IG 就没按住他，兄弟们。像一张脸一样，我操，两个眼睛，拖鞋垫卡宾有说法，一张猫脸，我操，然后两个眼睛插在中间，然后雕哥你会看到，拖补刀补第一刀，你看着啊，然后被剪了，哎，我又不加啊，还是300啊，拖鞋垫没加移速好像，是不是啊？刚才不是300吗？加了吧，他没300加了呀，刚才是300呀，刚才是300吗？他初始不可能有300呀，一速他是300了呀，他不加一速不做报告，我看错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来个有时候打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不加，一速不加的出 bug， 你要丢一下，有时候会不加的，确实会不加。哎，这种说法就不加就我他妈被弹幕提醒了两次，你把鞋子丢了你不加一速，你没发现吗？老子懵了，有的。我玩 NEC 玩火猫的时候都出现过这个 bug 的，有 bug， 确实有，好吧。哎，吃点生夺水，水刀。这对一模来说是个挑战啊，这有点难打的，好难打。很难打，打出被动反补你。要走了。哎，没刮到远程兵，难收啊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，有板一下，板了、啊！哎，卡了一下，有板吗？他不想板啊！我这水，我操，这水可以啊！打断大压了，板是为什么？这船长打得好啊，没被压。他就想反补、啊。船长打大圣，你只要水的好，好吧，不一定会被压。烦啊！再不烦你没机会了。太画面了。这船长打得好，对线。这一波感觉没，是不是要买一个毒球呀？哎呦，他妈呀，肯定买毒球的。他是后面运的，系带之后运毒球都是这样的。PA 打先知被先知狂反补。感觉要个毒球呀，没毒球。老十一的先知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他妈。反补之王好吧，反补比他正补还重要，他。哦，这波 FY 来了，强子来了中路，一模又被 FY 搞了。这上路这先知这 PA 有点玩不了呀 ，PA 没刀的。哎呀，标不到。他没刀 ，PA 这英雄很吃线上发育的。我感觉你要采访一下他们这些打一号位的，最烦跟谁的三号位对线，估计是老十一了。肯定是老十一。最喜欢要问最喜欢跟谁，跟谁的三号。哈哈，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。皮鞋，最近就是皮鞋啊，最喜欢跟皮鞋对线。皮鞋这个 B 三号位怎么了？皮鞋最近三号位有点马呀，皮鞋。最近有点马。最近马，这个比赛有点马。他一般玩啥英雄？他皮尔斯啊，人马呀，玩水风，对，玩什么什么风？玩什么什么风可能？他最近是这样的，玩什么什么风？峰哥可能这两风选出来就劣势，12-14。峰哥前几天在打单排呀、啊，没看。对啊，在抽勤啊，上分。好舒服啊！哎呦，老先知，我操！这刀补的，我上次好像就是皮鞋玩先知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他怎么没反补的？我看他妈老师一都是他妈的反补比正补还高，他不是很重视估计。天辉信使已死，反补了17个，他只有正补没有反补，反正。你打烈士路最关键的是。那这个线控在这扣口挂机了呀，只能打野去了呀。可以打野了。扣口本来这时候投资五级就不好打了，他前期就打得很好。关键线在这进不了塔了。这本来就是个超劣势对手。远程兵又没有上路。想吐。连根拔起。想吐啊，这 PA。
也是想吐了。三级没刀，七杠零，七杠二，变态辣。千的经济，拉比克都要比他肥了。哎，上次就是支的骷髅王打他的先知，打皮鞋的先知，我想起来了。骷髅王无解肥，无解肥啊！无解肥，然后先知打不过，因为皮鞋没反补，你知道吗？不反补的。你看这先知反补比正补多，专业啊！哎，大圣跳过来，谢谢来了。哦，张武金刺卡位了，没复活去卡位了。等一下。拿出被动，先知飞过来。哎，算了，不飞了，不飞了。上路，上路动手了，动手，先知有十个魔棒。T A 这个装备真的有虚吗？他可以踢走啊，他可以踢走十个魔棒。再飞过来。晚一点去啊，来个。啊，钱不够。又钱买假的。哎，又打一套，很难受。打两个，这套就很难受了。哎，这还死了！哎，加血加血，这两个是加血，这两个死了。这样的话，再加一波血了。哎，拼掉了！一换一，这一波拼掉了，进化了，技能好了。老西太拼了，他可以猥琐一下的。转转转，这波 IG 转好吗？转。这一波 FI 开心了呀 ！FI 你妈 ！FI 这一波开心了呀！哎呦，不不不，这一波好，这个 PA 等级也起来了，他五级了，他本来三级的。三级多，梅帝来了，想不到吧？张成，等一下，没逼啊，没地方逼。操你放肆 ！FY 笑了 ，FY 你妈六四级了，这两波好爽。像海水一样清澈。查理斯好像支配了。美人马接替是先锋队，也是把下路线给占。扎西的。出瓶子的船长，哎，中路想干。水刀标记，出一下一百遍刷，哎，躲技能，这波这波漂亮啊，这波他神一百遍没有躲到技能，好像他没躲到船，他被水起来了。哎，下路这边 JT 是被 boss 了，被土狗，被尸，先知，哎，能不能杀个鸡啊，卡卡？天辉现实已被击杀，垃圾狂魔了，每把都要杀两，每对每把都要杀几个鸡。天辉在和夜眼下塔相处的很融，天辉中塔正。哦，这边刚擦了眼就看到了大圣。狼人在逼下塔，埃及。A B 有点烦，没数，我操。四个打两个。夜眼下塔受到，没感觉到吗？吃了一个他吃树就有意识到你在旁边啊，他没事就吃一个。这你应该知道，看你挂了哪个树上。没必应该知道了。站在这棵树比较好。哎，等一下要吃下来了啊！还有一棵树保护。要动了，要动了，等再等 FY。放大了，先知一个板。一走。你戳。就戳。哎呀，知道大圣在。船长来了，就说。船长有船了。大圣给大招，了一下，没用啊，没输出。这个地方不打塔呀，哎，卡噜噜，哎，他这个三连空的吗，船长？空了，没空，被毒狗关了，被毒狗关了，没空。啊，他撞船撞到没逼了。如果要找天辉下，钻石撞也撞到了，但是他一开始标准的怎么开大？不算空了。了这 PA 在刮痧呀，这 PA 不爆的爆呀。装备差没办法，石玉打死了。九分钟两千经济，先知飞过来，帮封路。一板一板了一下，背五行，背五行。天魂之月，哇，这个暴风野怪，喝了一口瓶还能再打，我还能打。
扶我起来，我还能站。不是，快有团了，好吧？他这样打了，在这里打吗？他们。哎，扶我起来，我还能站。我状态，我状态不是很好。走一下，反打了。到呢？还能飙 P， 还能飙减速。哎，狼人来了，这神月。哎，又被关了。关了一下，我操！两边切啊，两边点。是吧？打的天昏地暗。哦，狼人累了，塔塔已经没了。他们我感觉有点控制自己不住了。跟老干爹比打架，老干爹最喜欢，就是这种节奏。老干爹，先知还有恢复，北之之。哎呦，老干爹这打架人多的。人好多啊，我操！一开始是老干爹停不下来，然后这里少了一个绝对主力人马哥。怎么要打跳呀？其实要围绕他这个点来打的，他现在是很肉的。绝对主力人马哥不在呀。CT 这打法挺牛的，看，他最近就是这么赢的呀。流行打法，好流。流行打法打节奏慢的队还可以，打老干爹要喜欢五人跟你干的，你就队友很容易被干崩。是。他这种打法需要把队友喊到下路来，在下面开战场，那就没问题，好吧？让队友围绕他打呀。上路不要了呀 ！PA 打什么 ？PA 28个刀还在那打，人都打没了，不好好刷钱。让他走，队友要崩呀 ！PA 不是，他去打野，战场放在下路开 ，PA 不能打的，再打他人没了。挖吗？我大爷们就上了，就是 boss。PA 也忒惨，节奏 PA 起不来的呀！老干爹这种节奏 PA 是不可能起来的。这样起不来了，这个 PA 起不来了，打太多了。怎么起来嘛？没不给你时间刷的，你怎么起来？对，塔里斯也在杀人，乱干。想刷也刷的太慢了。别傻。恶路传来噩耗，好吧 ，IG。变狼了，感觉。节奏这种打老干爹不跑呀 ？IG 的节奏有点跟不上了。哎，老干爹这个队太疯狂了，打架。节奏有点跟不上了，好，看爹就是干就完事了，不停的，你看没停过，基本上不停的，勤奋干，有毒狗，你除非能打架打过他才会停，不然他永远不会停。福安，这个人嘛，我操，哇，神域都到不了六，我操。你别说没币一直在干，他也不肥，这经济也就4800，还好啊，都不肥啊，因为都不肥，不肥吗？都好球，人马排第一，好事情啊！那个人马这个英雄，他经济没那么扎实。啊，又来了，来又一波进攻，这波进攻 PA 可能要死，好 PA。过了，别动！这边有睁眼看到了，知道小强在的，魅影无形都破了，还有睁眼。我操！开壳，哦，这一口。一，这飞过来被踩了一脚，帮助，哦，有补刀斧，帮助了也没有，缓下来了节奏。这 PA 没有中立装备的，这 PA 这么惨的，穷鬼人打一爪都没。PA 这个英雄是个慢节奏很慢的英雄，说实话，这英雄节奏就快不起来。就看 IG 能不能中期拖住呀，四兄弟能不能帮 PA 拖住，然后 PA 也需要这种经济需要收割一波，不然也很难起来，发誓刷不起来。人马有跳了，好吧，
靠什么带节奏了呀？哦，夜眼下塔就这么没了。哎，两个直接打来劲。傲上金。两边僵住了。这些都是哎，找到了一个四两个，这次两个直接杀掉了明月。还在追，但是他有大不小创，阿比克有大，有强制的大，强制有壳，壳不同。英雄了呀 ，FI， 但是上路这边 A 是被杀了，不过不亏，好吧。上路正好我也换大哥呀，我觉得他这个叫给压力，好吧，都在放肆给压力，你去哪边守打哪边，虽然看起来有点无脑，而且就是贴穷了你，好吧，其他两个大哥还挺飞的。有卡咕噜隐身，那也没用啊，看到了狼人，想吃两百吃不掉啊。天辉中塔没碰到一件好事，猴子好强啊，双贝特，这塔得割，这个塔一定得割。刀，关键是这个时候有连击刀很强，一个大剑的成型了。塔倒个别吧，塔拔掉。天辉中，哇呀，没兵，热度之惨，我操，惨，挖了，挖了一条狗，我操，一个狗头八怪，两度。天辉想要他们的中塔塌了。打野节奏是真的有点快，好吧，有点下塔正受到天下武功啊，唯快不破。国内没有几个队能招住老干爹这种节奏，感觉以前老干爹节奏没有这么快，老西来了之后加快了他们的节奏。老西和他们风格蛮搭的，好吧，老西就是抓着干的那种风格，一直干。对，老干爹 这几兄弟也是抓着干的，停不下来。查理斯以前打个三也是一直打的，现在打个一也是一直打的。老干爹把节奏稍微缓了一下，好吧，查理斯在打三级书，没必在做什么，在做接触金箍棒。这个很有用。有些人马做了个天堂 PA 有闪避，船长做了个天堂 PA 是有闪避的。卡住，单杀，单杀，查理斯。打路人一样，你妈一个人在边野区就杀一个。一个人在别人野区。哦，现在过来杀个鸡。天之飞会是杀了一个鸡啊！都在秀，老干爹人都在秀，下路还在玩。玩起来了呀，玩的好嗨。压力给的大。这酱油他妈好，到处给压力。旁边两个大哥在旁边，然后他就没了。P 好像在做暗面，不想做狂战，不肥。我觉得这把狂战太拖了呀。一开始其实要出狂战的，哎，打先知狼人没狂战，他这把要翻还是得出狂战，真的没意思，不出狂战没意思了，这把他不出狂战翻不了。他如果出暗灭就不会出狂战了呀。他主要是前面穷了，就是峰哥说的，他开的战场有问题，那去找人嘛，开了找 PA 开错了。哦 ，FY 破雾了，好像。他宁愿去打回野前面。糟糕，这边是天堂在做 A 战，我靠，音乐喷泉。召唤物多，然后带线带不过来，他们处理兵线处理的太慢了。阿米，笨拙渔网 ，maybe 快金箍棒了。哎，马甲，做金箍棒。那个炎龙之灵，那个大圣的大有效果吗？这个不知道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这个叫什么后援？我感觉可以打出一下效果。他连击刀有效果的呀，练出了。
因为电锤都有效果。狼人这边接着卡露露，卡露露几口被咬死了。都在被干，对，都在，都就发现 IG 就在，哎，双进化，走不动，都他妈在被干，这节奏。狼人现在这个吼真的屌，我操，没必再直接出金箍棒打 PA。我说那样没 B 的大圣，他一开始不做 BKB 的，他的 BKB 会比较晚。给我的金子，他灭了。哎，他这个 PA 这样的话，十五级应该是左边天赋啊。哎，这边再次抓到了 FY。正受到攻击。我还变成打信息了，信息怪了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，天辉中塔已被摧毁。不棒了，二十。哎，狂战的分裂是多少来着？六十吧，六十五吧。七十，我七十，反正七十的物理伤害，他写的是英雄是七十，非英雄五十，一直在改好了。英雄是七十，非英雄五十，六百五呀，没错呀，六百五的分裂范围。这 PA 现在飞没？有飞，给个大传死了。没有大打英雄有七十吗？我才知道。先知飞后面了，我这一敢飞过来，队友了。这 PA 有点上头啊，这 PA。这一波堵机了 ，IG。看运甲，全军反扑，团长也被秒了。这阵容，这一波可能打机了，点输出都没有，打乱。这波可能打机了呀！我操，全埋了。走了，狼人想跑，想溜，关了一手。大招一个大招，掩护没逼，直接把这个大有点炸的，这个大不管了，这边结气也不管了。没有打击了，打击了，打击了。哎，树被吃下来了，但是没有输出，根本没有输出，打不死人啊，没有输出。全买活，全输出，感觉可以恭喜了，感觉了。神域买活死，神域买活死，真的是可以恭喜了。FY。又拿一届英巴联赛冠军，你妈还一届八十万，一届八十万，两届都是老干爹的。没错，提款了。国内最近奖金最高的赛事呀，就是这个比赛，打两届，两届的老干爹拿的。别的比赛奖金很低的，这个八十万。那你别的比赛让一点出来的呀？别的比赛冠军好像就二十万，十六万吧。没有。掐钱。被打的就是，哎，宝石没了，哎，这边，等玉，哎呦，还要掉宝石吗？狼人，哎，查理斯，打嗨了呀，但是好像打不死，没输出呀，查理斯死不了，真的没输，已经在高地了，哎，飞入人群，老十一，哎呦，老十一，熟悉的节奏，包围被老师包围了，高地开团，真的没输出啊，真的没输出，是。别大，哎，老十一死了，拍大招，哎，现在老十一脚冲，脚到了钥匙呀，真的，不可能每次包围别人的呀，哎，狼人也危险，飞入人群，老十一，我操，在对面的学不来啊，他这个打法一般人真的学不来，很多人都学不来吧，很多人就送呀，这打法，这个团队也会给他提供帮助呀，都来了呀，他队友来的也挺快的，估计也不是老干，不是老十一，好吧，可能是队友说干。
他老师一问随便打，没必说，可以，他就掉下去了。那我去了啊！这队友回了一声呀，可以干呀，他就他妈的，他就飞上去，飞进去了呀。肯定是团队有沟通的，不可能一个人飞上去吧？那这个时候雕哥有话说了呀，雕哥当时在同服法飞入人群法里奥，那应该是贾哥跟我说随便打，贾哥说可以少了点兄弟飞入人群周里奥，周里奥就不是雕哥的问题了，是队友。雕哥你这是吹我还是节奏好吧？你在暗示我是魅力。那个时候你反正经常会喊着随便打的，冲动不是、啊、我随便打。雕哥你记得这句话是谁创的吗？大木，这个锅我不接了。大木说的随便打，然后我只是跟着他随便打随便打，那雕哥肯定也随便打，随便打随便打、哦、我们那个时候是看着打，大木说看着打，对对对，不能看着打，这句话很有说法好吧，贾哥看着打是差别很大，那他们回不来了呀，看着打和随便打是很有说法的，看着打，看着打大木说是看着打、哦、不能嚷嚷大木了啊，随便打是 maybe 看着打，那不能飞入人群，飞入人群肯定随便打就往人群一飞啊，反正队友来了。我最多就是冲冲冲啊！我也是个莽夫。同服还行吧，同服只是没拿冠军而已，亚军、季军都拿了。对，亚军、季军拿的比较多，我当时觉得好可惜啊。但是电子竞技嘛，电子竞技的就冠军的。哎，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是我打 DOTA 2最好的成绩了，老师拿还能拿那个亚军。哦，老师一两到三个亚军吧，应该然后两到三个。哦，小团下一下，大声一个大招，板猪。高手。哎哎 ，TA 怎么又死了？今天没装备啊，不哥，又不想看他了。哎，喷泉喷死了。急了。那边抓的有，哎，吃吃满活又要飞过来了。人马踩住，哎，拉比克被忘记了呀，红哥，忘记了。不吸，不吸，出不了三十发。哦，棒子！这 IG 已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了。宝石还掉了。啊，不是，这把美猴王不辣呀，没味道呀，没那味啊。GG， 恭喜老干爹啊！恭喜老干爹，再拿一，再拿一记。我的冠军呢？第二名多少？20吗？40。还行。